你看我在这个大厦上面，最高层看这个体育场，卢塞尔体育场，成千上万的阿根廷球迷，地铁站好多人都走出来，走到这个体育场那边，人山人海。People too much. Not lose. 今天我也穿着一件像阿根廷球迷的球衣。好多人啊，这全部都是阿根廷的球迷啊。卡塔尔德华，我现在在那卢塞尔场外直播。这个阿根廷今天比赛，全部都是阿根廷的球迷。以前的视频是专门拍体育场的建筑结构，现在的视频专门拍足球。今天最少有20几万人在这个体育场附近。中国铁军的骄傲，金盆。这角度，阳光很。